荒谬玩具第二弹打我呀，358元。钱没了，都没有中。来打我呀！拽屁哦你！这是魔法。卖家，给我出来！卖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胜利，我是伟，欢迎来到黄胜利看不到。今天让我们欢迎特别来宾耀耀。Hello， 大家好。那我们今天呢要开的这一集，又是我们的荒谬玩具第二弹。其实你也开过非常多，我开很多哎，我小号抖音小号开超多东西。所以其实今天的东西对你就是东西是一个小 case， 会不会有点 low 啊？哦，你说你想要更劲爆的吗？看来下次我们要开一些就是更劲爆的东西。但是我这么一个要求。就是呢，你有一个很特色的口号跟开场。我教你啊，我们肩膀要这样挺。哦，还有姿势的部分。对，有姿势，然后扭一下。今天是什么东西？我们要拉哦。今天是什么东西？右，来你来一遍。好，今天是什么东西？不过好，再一次好不好？可以主要再高一点。对，要再高。今天。好，三。今天是什么？那我们今天的东西就是我们的荒谬玩具 Top 5减一，原因是因为第一个东西坏掉了。这个东西的名称叫做跳舞钢铁人，230元，但是我们收到的时候它变成，但它不能动了。正常讲它会在那边边劈腿，然后边旋转，它会吵。对，就是我们刚好就是收到瑕疵品。它脸也很丑。哦，哎，真的。还可以升起来哎，好哦，但是很可惜。那我们现在马上切入正题了。第一项道具，请上。第一项叫做打我呀，358元。哎，里面的给息有点多。哎，它可以双人，它可以两个人一起玩。然后还有这个附上一些球的部分，还有这个瞄准器是不是？然后呢，目前它的话就是长这样子。蛮可爱的。哎，它是需要打开开机的部分吗？你按前面，底下就是孔。哦，就这样子，它连声光效果都没有。你打它才有。然后呢，这个枪的部分就可以，你怎么装的？从这里塞进去。等于说它是一个可以 PK 跟双人合作。对，它这里有分数，一把枪可以塞大概10颗左右吧，我猜。待会的话，我们来 PK 一下自己我们彼此的准度好了。那怎么射？这样子，然后，哦，哎、欸，还蛮强的哎。那为什么会一次发2颗啊？哎呀，快速。有，哎、欸，他一次都两颗，他是两连击耶，还有准星，他附送一个准星，只有一个耶，为什么是两个？这样小朋友会吵架吧？啊，然后开始哦，这准星会准吗？所以射进去的时候他就有声音，要看你射不射中、欸，不简单耶，全没了，都没有中，还有一颗，还有一颗，等一下。没了，最后一颗出不出？最后一颗出不来，没那么简单，我告诉你。说不定我有没有准星比你厉害。哎、欸，好难哦！因为你在压出去的那个瞬间，其实准星会跑掉啊。好难哦！这个距离就射不到嘞，太远了。太远。我的小朋友现在觉得我们两个很白痴。来，我们先把球捡回来。那我们换一下距离。第二次射击。哎、欸，不要这样，都还不会进呢。哎呦，进一颗，两颗，三，四。五，我没有弹药了，我进5颗，来换你，换我哦，我应该很厉害吧？那么近，你看，可是我没进，你看，你反弹出来了，哎、欸，他很白目哎，他来惹我是不是？来打我呀！拽屁哦你！来打我呀！只有你就进一颗啊，可是他的部分就只有这样子而已，他舌头会把你弹出来，对，所以他如果判定是弹出来，他才会讲说来打我呀。其实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玩的不是射他，不然呢？我们互射，你说你说反而变成哎、欸，对，这射人不会痛吧？射到眼睛可能会瞎啦。他其实有一点小瑕疵，就是他这个会很快就关机了。你们可以看到他，我们这样开机哦。灯就不亮没了，但蛮好玩的，就是你会拥有这一把枪。对，我觉得300多块买那两把枪 OK 啦，这个就算了。可以射妹妹，哎，开玩笑的。再来是漂浮笔，75元，这我分不太清楚，它跟一般的马克笔差在哪里？我觉得就是一样，它就是油性的，几乎好像油性的都可以，都可以这么做。只是它就是另外有个噱头这样子，嗯，写一个我的签名。写背面了。写好，我好了，要等它干吗？不用，直接放下去。直接放，这是一般的水，清水。然后呢，它能干嘛？哎呦，哦，它烂掉了。不能画太细，我刚刚跟你讲了。
那飘起来干嘛？那我为什么要画上去？它就是一个，它就是会飘起的。小朋友会觉得哇哟，这是魔法。好了，涂了一颗爱心。起来啊！有，可是它要烂掉了。不要粘在一起哦，不要粘在一起，拜托拜托。啊，烂掉了。所以这个就跟一般的彩色笔一样啊，烂死了。这个很烂呢，要不然我画一个，你画一个。换我的试试看，我这个已经涂算厚了，不要失败，再失败我真的水是一个大翻。什么意思？我要不要抠它？卖家，给我出来！卖家，你的不行哎，你的起不来。有，它一个角胶了，烂掉了，这真的不好了，不 OK。再下一项呢是爱心眼镜69元，这个的话就有看到人家在 TikTok 上面有拍，可是不知道是真的假的，就是看出去会全部变成爱心的灯的部分。我要试试看哦，我先闭起我的眼睛，等一下我现在闭着眼睛，3、2、1。哦，真的哎，有那么厉害？有，所以这看马路的灯都一排爱心哎，圆形的灯好像才可以，可是我们方形的棚灯就不行。你试试看，真的假的？可以，这感觉很适合去看夜景，会有点浪漫。你看一下，来我试试看，我也闭眼睛。对，好，然后你现在往那边，是不是？有不错吧？不错，但是我觉得有点不实际。不实际吗？它的外观可以再做得更好看一点，就是更时代一点，而且其实视野的清晰度不会差太多。对，可是它可以尝试看看的。没错，我会蛮想要戴这一只眼镜去看夜景，然后看看能不能看出一整排的爱心。69元，我觉得能够接受啦。最后一箱飞炮弓箭336元，因为是特价的关系，这个但倒是蛮常看到，因为我们上一集有开一个什么加特林泡泡枪，然后这个的话呢，其实就是水枪的概念。不过这个水枪它就是变成弓箭丘比特的形状。我先射多少？其实还可以，威力不小，威力不小哎。这是小朋友看到超开心。对啊，这会很开心，因为它是有不同颜色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有一个不是有点像是保特瓶的储水的概念，等于说你没有的话，就是把这个转开来，然后再去加水。它为什么叫飞炮弓箭？是因为它可以拿来装泡泡水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它泡泡是要粘的，所以它有附吗？有，在那里面。所以平常这样子也 OK， 可以边喷泡泡边喷水啊，真的哎，哦，原来如此，这给你试试看。好，我们来试一下泡泡的威力。有一点点，给我再 no 哎，它没有飞出去哎，我再一次，飞出去，有。其实是小颗的啦，这个跟那个加特林泡泡相比，它的应该是吹风力不足，所以它根本出不去。对，它有一点没力耶，它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噱头，就是可以边这样，然后边喷水这样子。对，边喷水，觉得它的泡泡枪的威力再强一点就会完美。那我们来评选一下自己心目中的 number one。OK， 最后我们评选了，我自己个人推荐的话呢是打我鸭里面的两支枪，打我鸭的那个本鸭是不用理它，对，那是完全没有用的东西。但是这把枪我自己觉得我蛮喜欢的。你射我看看会不会痛？不怎么会痛，不怎么痛吗？其实不还好，还好吧？还好，只是你刚好没有太准。OK， 就是这个，我觉得还行啊，我能够接受的东西，至少还可以玩，它不会是一次性就没了。来换你的，我觉得是这个眼镜，但是因为今天其他的都偏烂，我勉强选了一个这个。可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尝鲜，就是我戴可能戴一两次不会再戴它。怎么讲呢？除非你今天有情侣可以放闪的，就是我们今天一起去看爱心吧。对，然后拍限动，就是用手机这样拍。拍 OK，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荒谬小屋 Top 5。不晓得各位观众觉得哪一项最荒谬呢？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。如果想要看更多的话，我们会再继续收集一些特别神奇的东西。那其实耀耀也开了非常非常多神奇的东西在他的频道，大家要记得去看一下。那么黄兄弟开频道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启铃铛，也可以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。大家下次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